这300克面粉里边加一点盐，再加点食用油，用温水和面，边打边搅拌。我把它搅成面稀状，下手揉面团。这都可以啊，给它揉光。盖上盖子醒以后，我就加两勺面粉，加一点点花椒粉，里边加点食用油。这油酥都做好了，200里边打4个鸡蛋，多少加点盐，加点13香，加点葱花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醒好的面，不要肉给它搓成条。加4个面筋，把它擀扁，这面不用揉，把这小面筋稍微擀一下。我这油酥包到了，给这包包子给它收口，给它擀扁，给它擀一下。这都可以啊，放一边备用。把这饼放进来，给它翻个面，这手热它都慢慢鼓起来了。上边戳一个洞，我这鸡蛋灌进去，给它翻翻面，盖上盖子摞一会儿，这都可以啊，出锅。看咱这鸡蛋灌饼，又简单又好吃，又营养。给它切开看一下。